大家好，我是小哈，今天要带来好久不见的清洁篇，但是是升级版的清洁篇。还记得之前有拍一支用小苏打粉刷地板的影片，里面我非常辛苦的在那边撸地板吗？这次呢，有一家厂商看我这么辛苦，为了让我不要那么辛苦，他寄了一组产品要让我轻松打扫。所以是什么样的产品呢？就是我面前的这些东西。在开始升级版清洁篇之前，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片尾会有一组厂商提供的优惠码给大家，记得要看到片尾哦。马上就来开始我们的升级版清洁篇，步骤都跟之前的一样，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要使用厂商提供的商品来做清洁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清洁地板吧。现在小苏打粉跟水都 OK 了，马上就进行清洁。现在我想要的区块已经刷完了，我用抹布把小苏打粉给擦干净。抹布我已经把小苏打粉给擦拭干净了，有没有看到这两块的色差？小苏打粉依然很有效，重点是厂商提供给我这个玩意儿非常的轻松，我只要那边按着在那边撸，不用在那边刷，就可以轻松完成一个大区块。之前那个影片呢，我只能完成一个小小区块的部分，现在这支影片直接让我完成了一整个方块，而且其实我没有耗费太长的时间。有没有看到马上就有两个色差？以上就是升级版清洁篇，还有其他我觉得这个商品可以应用的地方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产品哦。接着就是我刚刚片头有说到的厂商提供优惠的部分，这边就是厂商提供的优惠码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填这个优惠码得到折扣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频道，跟到粉丝团按赞，拜拜。